Hello, Toto. Yeti. Hello. 晚上好。啊啊。Hello。嘎嘎嘎。这么重。嘴角弧度歪一点，托托，卖面具，我是操控人，不是卖面具的。晚上好，我今天转圈我都没法控制住我了，就是最后。已经自己在那边肌肉转动了，对，真的神魂颠倒了。会发育吗？这个应该不会吧。谢谢陈 XQ 的权杖，谢谢，比个蓝色的心。吃晚饭了吗？吃了，吃了剧场。我以前吃的，没有，我后面是控制不住了。对，今天带的是一个，就是这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是我收到了两盒这个项链，就好像它是改版。后面真的，对啊，我有两盒这个项链，好像这个也是更小一点的，干嘛？看看。不脱，哎，看不见，架子摆不过来。过来，这是什么？吃吗？你不是刚吃好？羡慕吧，羡慕吧。嘿嘿，坨坨，唱歌。我当时录音的时候很害怕，我的，哎呀，我的口齿，哎呀，不清楚。干嘛？这又不是给你的，这是给我的。我就在自己在那边练习，牙不疼了，就是舌头疼，但也还没习惯，要一个月，好像吧，又是一个月。对，说话的时候会紧张，然后一紧张了，我说话就更加的刻意。谢谢夸奖，对呀、啊，又上钢丝了，然后又要一个月。他们都说我大舌头，我说你们等着瞧，我再过一个月就不会这样了。哎呀，别蹭！干啥？我好像是因为上了钢丝，这两天吃不了。对，这钢丝是在里面的，啊，看得到吗？就是，再过一个月我都能唱弹舌，嘚儿啊！这个看，这更小，坨坨老是爱吃塑料，说到做到，那就再说吧，你不能吃。苦练，苦练，卡吗？你要不退出？再见，谢谢打羽毛球，拜托拜托的皇冠，谢谢打羽毛球。偷偷过来捣乱了。干嘛？人家名字叫这个。是人家的名字，对，他稍微有点异食癖，给他买了那个微量元素，微量元素，谢谢 ID 叫什么好呢？耶耶认可版的皇冠认证，谢谢。他喜欢吃塑料，就是喜欢咬，但不会咽下去。
晚安晚安，睡得好好健康，明天就不换了。哎呀，坨坨不要踹嘛，磨牙也不是，他就想留，嘿，是吧？主要是演得像，然后再加上我有那么一点点聪明了。晚安。可能是牙痒痒，就是想咬。他还喜欢咬我的手，但只是咬着玩儿。好吧，那我就承认了，我不是一点点聪明，我是超级无敌巨无霸。哦，晚安晚安。明天我要早起吗？明天我还好吧，也没有特别早。怎么都要早起啊？ Unit 还能换其他的吗？之后再看。主要是最近好像录音来不及，然后就没有。哦，开学了呀！开学快乐，开学快乐，坨坨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快乐哦，开心吧！终于要回归那冰冷的板凳。哎呦，这都是毛。给你们撒花，撒花。远离我们要伤害我们眼睛的手机。回归到知识的海洋，在里面翱翔，多好呀！换一个地方冲浪，在语言的文字上冲浪。恭喜哦，恭喜，祝福祝福。上课不能玩手机，哦，暑假作业。作业还没写完呢，还有多少呀？不会一点都没写吧？明天深注可以写好吗？好的，我一定会记住的。我总选前深注，我还有两张没写，我还记得这两个人是谁。すみません，我明天一定全部写完，今天深注也全部写完。我每次我想要在中心写，就是跟写作业一样啊！当然了，给你们写注不是发自内心的，一点点都没有写作业的感觉，而是发自内心的，就像画画一样，嗯，就是非常的开心。然后我就是在中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没有仪式感，一定要在剧场写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嗯。谢谢小羊宝贝，深注卡呜呜呜的权杖，明天一定，明天一定。有时候就是在后台嘛，就换衣服什么的，来不及了，哎呦，急的要死，手忙脚乱的，怎么能就在手忙脚乱的时候写贺卡呢？谢谢叫什么 ID 好呢？八月有名字了的夜蝶。就是觉得手忙脚乱写出来的贺卡就不够真心。有话呀，你要哈口气，然后搓一搓，你就能看到话了，是吧？在房间里写贺卡会被坨坨叼走。哎，我的贺卡被家里的猫猫给撕烂了。老师，我的贺卡在家里被坨坨给撕烂了，被狗狗咬坏了。狗狗是猫猫，它有异食癖。沐浴更衣。哎，说到这个，你们有些人啊，你们写贺卡，我会发现好像会有人喷香水，没有说不好的意思。只是我会发现，你们有时候给我写信会香香的耶，是我太香了，我闻到那个纸是香的呢，还是因为就这个信纸就非常的香，就很精致，就非常的心旷神怡啊。
啊，是我香啊。真的还蛮机灵的。就是以前有那种笔，也会有那种香味，是那种会不灵不灵带闪的。是的，怎么可以喷臭的？对，有自带的那种亮晶晶的五彩斑斓彩色的笔，外面诱惑多。榴莲味还行，反正我觉得不臭，臭的觉得臭的是你们自己。臭氧真的臭吗？臭氧，我知道会污染大气层，是空冰箱还是空调会是臭啊？没闻过，我用什么香水？我用天然洗发水，自然的味道。六神味道也挺好闻的。我已经很久没有买香水，对呀，嘿嘿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坨坨也有香水味道。坨坨知道自己叫坨坨，坨坨知道自己香香哦。坨坨好久没洗澡。坨坨香水不是除夕，除夕香水是坨坨。坨坨香水目前还没有香水能够配得上它。谢谢，叫什么 ID 好呢？八月有名字了的夜蝶。什么？坨坨是成熟女人的体香。它其实最近还挺干净的，它的臀部 没有沾上什么脏脏的。干嘛夸他呢？没有脏的，夸他呢，就知道你们会发问号。谢谢小石头 ISMY 的一点，人家不秃啊，人家上厕所就是会这样，有这种困扰，很正常的，不丢人的。小猫咪里面这样子很正常的啊，坨坨啊，对啊，因为毛发太长了，然后我给他的厕所最近还弄得挺勤快的，所以说养成了非常好的臀部卫生。坨坨是扎实，谢谢克里斯顿，下次写信会记得喷香水的皇冠。好的，有心了，下次也机灵，剃掉点。我去带他去洗澡的时候，会让那边人剃掉点，但很快就长长了，没啥用，说实话，因为他腿部那一块哪里都有可能会沾到。坨坨剃九毛吗？也是去洗澡的时候会。对，坨坨发量特别多。是吗？我好像，谢谢盐水变化，嘿嘿，的生日蛋糕，今天生日吗？生日快乐哦，是吗？会，是对吧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
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天天开心。哦，葵花呀，我以为你说对呢。葵花。葵花，还是不记得怎么写，但感觉它是，让我看看，还是不记得，飘太快了，一个草字头，一个我的洛丽塔，洛丽塔要等到之后，要有一个仪式感，一个词，一个自己嘛。自己，是生僻字。生日公演，我还在想歌单呢。我在想适合的歌曲，对。但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啊，握手会啊，才怪嘞！怎么可能呢？我当然是单独穿好去杨冰怡房间给她看啊，她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当然只穿给她看啊，才不是呢，干什么啊，我答应她穿给她看啊。不必不必，不要不行。四号我们水水有握手会吗？我们四号水水好像没有，我在通告表上好像没有看到他，他可能是别的日子。有啊，你们确定吗？确定我也不穿。什么？不要造谣，天天穿，哪有这么多？想象不出来，我也是。我妈妈应该会很喜欢，直播穿，要挑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好吗？现在穿，对呀。再搞个那种非常厚的刘海，就是要厚的，你风吹个几层都掀不到，看不到额头的。什么？要穿洛丽塔才来吗？怎么呢？那我就不穿，哎，我必须要配上这种非常厚的刘海，把我头发全都往前顺，然后要剪得特别特别厚，要这么平的。再来个公主切怎么样？光浪头，从前有个光浪头。不穿不去了，不是刚刚说打妹吗？认真的，总选单公主切，公主切怎么切法？是用剪刀剪的吗？可是他们都好笔直哦。自己切，一刀切。对啊，特别特别直，太直了点。
而且是怎么做到两边就是非常的服帖，它也不是用胶水粘的，可能是假发，没有，我看外面就是网上有些人他们就非常的顺，他们发质就是非常直，你们看我现在拉了直的头发，现在都卷了，受不了，我头发自然卷，拉直了。赛博朋克的舞台上，对，我的发质就是这样。又问还问，太直就会贴头皮。不是，齐刘海长长，它是会长得参差不齐的，应该就是专门的剪。谢谢阿瑶，头发超多的一叠。让我们看看下一条新闻。昨日，今日，昨日，今日，对。在嘉兴路267号上演了 Team H2 的终极任务公演。该公演有很多人参加，并且穿了很多件衣服，表演了很多首歌曲。据记者爆料所知呢，现场也有非常多合理戴上口罩的观众入场。以上什么样记者为您报道？什么样发微博？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篇新闻。哎，今天据现场热心观众，谢谢一坨小憨憨的夜蝶。谢谢。抖音不是上周才发过吗？行吧。不能换衣服。我多久没有发微博了？我总是会忘记拍照。就想不起来，8天了，八，这是个好数字，那我们就不要破坏它。明天一定记得拍照。今天我这会儿多晚了，是不是？没法拍了。B 站快了，Vlog 快了，我的相机打算30号用，本来想上课的时候带着它呢，后来觉得没必要，有点做作，就上课背了个书包已经很那个，里面再掏出个相机，然后摆在那儿，感觉有点奇怪。谢谢打羽毛球，拜托拜托的皇冠。谢谢打羽毛球，舞蹈室 vlog 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怕老师尴尬，我下次问问老师吧，下次问一问他，我感觉他会紧张起来。舞蹈室跳舞，这个月不是跳过了，不是发过了，Vlog 不是记录生活吗？虽然我的生活如此无趣，谢谢，下次一定新的一叠。对啊，我8月14不是发过吗？没看吗？没看吗？
还问问号，坨坨。我想想，我这次准备发的 vlog 里面，我有拍，我拿了我手机拍了一点，因为相机还没到，然后我的那个视频像素就非常的差。舞蹈是 vlog， 我只会挑专门的时期，对，这也是重要的日子才会发，不会经常发。哎，没电了，充个电。对，没有电。要钱要钱，没有钱还没发工资呢。学舞要钱，拍视频更要钱。受理人的舞蹈室，我一个人跳。谢谢白面小生滴滴的用爱发电，谢谢白面小生滴滴，谢谢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没有那个意思，只是告诉你们，我也要存钱做别的事情，是不是？等我会剪辑会更好了之后。对，我最近因为不牙，然后吃东西就吃的少。姻缘公司不给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谢谢啊，啊，来的好及时，充上电了，一下子20%，是个快充呢。可能是因为是只是个补录吧。就没有必要嘛。也不能说人家不行，毕竟我人在这干活，是吧？是不是呢？人还是在这里的。是吧？心里清楚啊。大家心里都明白。那必须的，好吗？哦，嘘，这个歌，哎，还好，这首歌还挺低的，还蛮开心的，头发没长呢，怎么我手机会突然太油？吓我一跳，手机会突然变暗，是不是烫？是不是脸红了？手机总会自己变暗。不小心勾到了。想好了呀，要染橘色。虽然今天我跟那个一个发型姐姐聊天。他跟我说打妹打妹不要染橘色，会显得你没有气色。我说我就是没有试过嘛。灰色我总觉得会显得像没有头发一样，会不会？坨坨色。还有很久，我最起码10月份，啊，我手机怎么越来越暗？剧场灯光看不行，确实我们现在剧场的灯光不一样。不，黑色漂一遍是，哎，对哦，是哦，但那个不太一样，它是有种褪没有褪干净的感觉。粉棕色啊，还是不知道粉棕色是什么。坨坨色不就是芝麻色？蓝色会变绿色就不想。红色我就会想到我梦里，我觉得那个梦里我染了个红色不好看，我就特别生气。
狐狸毛。哦，那是你好看，是你染的好看。银灰色，可能少司命色，少司命是紫色吧？紫灰，是孙雨珊那种颜色吗？洋葱色，好会形容哦。哦，但我感觉我手机也不是很烫。金色，什么什么什么喜欢绿色，不配，我不配染绿色。几个橘子在跳，狂野的颜色，橘色啊，不够狂野吗？还要扎脏辫，我好久没有扎脏辫了。我要扎脏辫，然后呢，染最鲜艳的橘，跳最美丽的舞。真的，然后要弹舌。然后还要挂那种耳朵上挂各种的那种环啊，然后头上也会，头上我以前戴过，铁刘海不太适合了，铁刘海应该要扎两个丸子头，然后我还把我的那个舌侧给它掰出来，我放在我的牙齿外面，彻底的赛博朋克。要把它一颗一颗抠出来，抠到外面去。真的吗？橘色头，啊对，哎，我可惜弄的是一个银色的，是有金色的这个附件的，但金色附件就要翻个倍。后刘海公主切吓人，妈呀，奇丁啊，那叶总要找我谈话了，哎，什么呀？你过来一下啊，没有没有，公主切就应该怪怪的，刚刚那些什么就没有必要有了。好像你们是跟他被他谈话过吗？居然知道，你打过吗？刘海非常好，反正我一般般吧，偶尔会。我妈是看到我每次有刘海就特别的开心，然后一直夸我，一直夸我。从小的执念吧，大概是，因为小时候我就不乐意剪刘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奇怪。谢谢巴啦啦小魔仙的生日蛋糕，巴能量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被我点到这个人幸福快乐，哦，祝你明天生日快乐，要变得非常的漂亮、美丽、帅气、迷人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什么东东啊？什么东东？哈哈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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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！谢谢巴啦啦小魔仙的夜蝶，把你唱快乐了是吗？把你唱高兴了。是啊，是来剧场的。十，现在到第几期？张月明他们是几期来着？
15期啊，现在还有16期。虽然我今天刚录了一个 SH48 练习生招募中，加入我们一起加油吧。我都不知道我录的是几期生招募哎。哦。今天录了口条，他也没有说几期生招募，我以为现在，对，我知道那个照片是用来招募的，但我不知道现在是几期，都一轮了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就是已经过了这个面试环节了吗？Escape， 不是耳边红泥，我在唱歌而已啊，我在唱歌，有谁在哪里？不是耳边红泥，谢谢。有一些有个爱瓜妈版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可爱，谢谢危险。什么指挥程序？好的，好的，晚安，886。那加油！50岁你能进团吗？是来干嘛的？幼儿园可以进团吗？可以哦，但是你还要边学习边来工作哦，然后暑假的时候都没有暑假哦。开学了才开始赶作业哦，给我他，帮我给坨坨清理厕所吧。干嘛？我洗衣服现在洗的可勤快了，我现在洗衣篮里一半都没有堆满呢。我昨天，反正这两天我还清理了一下我的衣柜，该洗的都洗。虽然有时候经常会不小心把纸屑扔到这个洗衣机里面，真的假的？什么？我衣服上？怎么可能？我今天吃的东西不会有油啊。我这衣服今天第一天穿，第一次穿。今天衣服上没有毛，我每次出门都粘的。帽子上我有粘。对呀，有很多蒲公英。裤子上没有，看错了。走路还在打响指。是我吧，不是我爸。黑色衣服全是妈妈，哪有，我明明有粘，是坨坨一定要非扑到我身上啊。对，黑色很明显，我粘衣服了，我粘毛了，我放在了那个衣柜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会有毛的，真无语，我粘了，是坨坨，他一定要非扑到我的衣服上，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去。
全是毛。哦，那我可能看不见背后，我一般就粘前面，就在我肉眼可见的范围这样，象征性的滚一滚，滚个两张纸，滚两张纸呢，可精致了。我还买了各种的。网上啊一些广告就是去毛的，又有个广告就是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没有加速的，然后唰唰唰往那个床上一滚，然后一打开哇全是猫毛，我就觉得特别好用，但我自己买了就没有什么用处，为什么呢？这很火，请问哪个养猫的人没有经住这个诱惑呢？大家都懂吧，都懂吧，这种养猫的人的人的痛苦，养猫的人的人，彤彤，好了好了，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啊，是他们没有猫，有的人没有猫他就不知道啦。哎，你怎么把钢琴开了？好听好听。猫狗都有哦，哦哦，神奇的喵，是坨坨，来一首，我现在已经彻底只记得一些基础 ，C 大调在哪里，然后那些符号。弹琴，今日就不必了，今日我们太晚了，有点会影响。上节课学了五线谱，老师在我认谱，一直在那边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，然后我有时候卡壳了，然后我就会缓解尴尬，我就稍微就会说一下，这个应该就是，然后赶紧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啊是 C。有时候看就是看久了就会不知道，而且我这个说话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就很尴尬。房间特别安静，教室特别安静，因为是一对一的课，老师只能听到我在那咽口水，然后在那唱，就是太难了。还是不太熟悉，因为很久没有他，他还不知道我流口水。对，要唱谱子，我现在都不唱，就直接念。就是把那个音每个都念出来。对，我是戴了牙套，是钢丝牙，钢牙，呵呵，是舌侧金属，这怎么说啊？专业的词语。以前我试过那种隐适美，但没有什么用。舌侧矫正器，舌侧就是永远敌神。呵呵对，反正我不喜欢隐适美，觉得它又贵又不划算，就只是暂时的会这个样子说话，会有点点毛病，会有点问题，但放心，一个月应该就可以吧，还不知道，百度一下，可以可以。如果你不觉得，其实我也不觉得在外面的难看，但是因为就是这个要上镜啊，为了避免在台上过度的发光，因为光照到我这个牙上肯定会反光，所以我就选择了舌侧，就是藏在了牙齿里面，就是靠近舌边的侧边，所以叫舌侧。
对啊，我一笑，然后那个灯聚光灯一打，哇，整个人都发光了。对，牙齿外会容易生口腔溃疡，牙齿内就会容易拉舌头、烫舌头。我现在舌头就跟被烫了一样，就吃那种烫的东西就会，然后我嘴巴讲话讲久了就会这样，天之痛。吃沙拉就得吃那种软糯啊，也不能吃糯的，要吃软一点的。没事，我结束了喝。也隐适美可以拔牙，但隐适美拔牙了，我当时是因为医师妈妈不同意，她还是会觉得，当时她是觉得拔牙会影响老了之后牙齿的松动。然后当时我也没有做好功课，我就觉得啊，那不拔就不拔吧。但其实因为我牙齿本身就多，这样子的矫正是无效的。没上骨钉，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上骨钉。拔了两颗，两颗还好。现在还没数过，反正现在牙齿很多。但其实拔牙是不会造成老了之后牙齿松动的，因为你老了之后，不管怎么样牙齿都会松动。相反，如果说你的牙齿因为它的拥挤造成了一些牙齿上的疾病的话，老了之后就会这样，是医生这么告诉我的。就是宁肯他要健健康康的，老了松就松吧，谁不会走到这一步呢？谢谢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周的夜蝶。就最起码他还不松动的时候要让他不要生病。现在努力赚钱，老了之后努力治牙。对，那天我还遇到一个老奶奶，她就是牙齿松动了，但她年纪特别大了，她就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她的家里人就陪她一起来，但是年纪大了嘛，耳朵有时候也听不清楚，然后她家里人就在她耳边就在那边很大声的说，啊，没关系的，不疼的，你戴了这个，你做了这个之后呢，吃饭就会方便很多。我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项目，但感觉他的牙齿应该也是那种已经嚼不动了。我现在就是嚼不动，就是个老奶奶了，但是已经变好了，现在牙齿没有特别酸。对，我耳朵有时候就会莫名不好。是小宝宝，那就还没有长牙。晚安，晚安。我到整点，我也去洗漱睡觉了。飞除夕飞坨坨，就是把除夕飞出去，把坨坨飞出去，飞。谢谢村泽耀瑶幸福哦的一叠，谢谢。我牙掉光，早着呢，你都也跟我差不多了呀。是吗？零点过后弹琴，为啥？谢谢克里斯马斯的一碟。戴牙套，看你牙齿多不多。你牙多的话就可能需要拔，因为我就是牙太多，有点过于拥挤了，就要拔牙。以前戴隐适美其实就让我拔，但当时跟妈妈都还不是很了解，就没有拔，就白弄。明天还有公演呢，对，我也拔了四颗，我还有两颗智齿，米糊，之前我妈也给了我一盒。
今天累，就是喘不过气，就中间换衣服的时候。谢谢427不是色旗的夜蝶。喘不过气来只是一种形容方法，没有真的喘不过气来的是就是这种状况啊，就是换衣服，阿姨帮我脱一下，就是这种意思啊，没有要掐人中的地方。还是 OK 的，看我跳的如此快乐，谢谢燕燕要好好读书的一叠，因为怕来不及，然后裤子也索性懒得换。谢谢那胖子是只喵，拜托版的夜蝶。那个袍子可能网瘾太高了，我发现还有点要踩到脚后跟。明天不换了，明天就还是原来的两首。脚后跟 ，You 就算丢了自己，对的，还好，还差这么点呢，没有踩到，只是要踩到，但没有完全要踩到。明天应该会吧。那首歌是刚好适合我的这个音域。明天见，谢谢夸奖。明天要公演呀。对。哎呦，坨坨老咬我。二号也公演，对，坨坨，我生气了，想回去，不知道他就是无聊，他就是想引起我注意。对，明天发，总是忘记要给自己拍照。坨坨，对啊，他又开心，一边要呼噜，一边很开心，还要咬我，都不知道他这是干嘛。谢谢夸奖，要跟我玩，很特别。没有，他就是闲的，就是。作，想作，想你们了。哦呦，是想他们了呀，图图。其实在暗示我抱抱你，是不是？那最后就抱抱你吧。听听，他的呼噜声。干嘛又不看他们呢？嗯？干嘛？装模作样想要看，然后又转头。哎呦，你眼睛上都没擦干净呢，嗯？是吗？好像不是。干嘛？呀？好了，我们睡觉去了，跟他们说拜拜，说拜拜，快点，拜拜，爱。
呦呦呦呦，拜拜拜拜，谢谢村泽耀耀幸福的生日蛋糕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天天开心。同学走了，关毅要走了，拜拜拜拜，晚上见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六，拜拜拜拜，关了啊，拜拜。